大家好，大家好啊！看到我的背景，日子的灯火辉煌，民主党的州也是能够把灯光搞起来的，啊，这个不是故意气我们的陈小龙博士，而是事实就是事实。哎呦，怎么这么讲话呢？但是政治现在就这么玩的嘛。你看看最近啊，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那么一个装模作样的样子，跑到这个欧洲，本来要为这个习近平。啊，这个欧中峰会呀，扫平障碍，结果没有想到，一个狼碰上一个狗，这个狗不但是一个狗，是个疯狗，啊，他居然说这个王毅是什么？是没有教养的小丑。你说骂出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疯狗吗？但是疯狗碰了战狼，哎，这就有趣了。结果我们发现那个疯狗写的那封信呢，完全是模仿战狼写给。讲给这个杰克听的，啊，你们要啊承受这个付出来的后果，要承担这个后果，啊，要限定你怎么样，而且你知道你们要承担什么后果，所以这个我讲的疯狗是开玩笑的，是打引号的，啊，那么他呢这个说我限定你24小时之内啊，把你的检讨信啊放到我们的啊这个谁谁谁的桌上啊，也可以抄身份给我。我觉得这个政治真是好玩，好玩就在于呢，政客们的互相的攻击啊，互相一攻击，我们就有了今天的这个节目。那么我们实际上谈欧洲问题啊，谈了很久啊，我们有两位同事啊，同志啊，那么他们的观点非常接近，一个就是陈小平博士，一个就是呢陈小龙博士。一讲起欧洲，好像整个欧洲已经被赤化了，尤其是德国，我还真相信了。结果没想到这次德国的梅开尔居然就不去了见王毅，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带有挑衅性的啊，请教我们的陈小龙博士，你觉得欧洲王毅赤化了吗？好像也没有吧，对不对？赤化照赤化，越哦，赤还是。化越要讲人权，这是政治正确派的基本的这个姿态，这点一哦。点都不奇怪。就跟美国的民主党一定要关心中国的人权，那你要认为说这关心是真正的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这个中共的那些意识形态吗？不是。不过那就扯远了，咱们今儿不是谈。美国哈，咱们谈欧洲。我这次最惊讶的就是，究竟交给王毅什么样的任务啊？就是今天开篇的时候，和平先生谈到了，就外交官当战狼，这本身是外交培训的失败。我记得这个当年日本人打美国之前，派了两个。一个是驻原来的驻美大使野村三郎，是个海军大将，还一个是从日本紧急在珍珠港袭击之前派通过美国的专机送到华盛顿的，叫做来栖三郎。他们两个都是带衔命，要尽可能能够达成谈判目标，使得双方不用开战，但是前提是美国要放松经济管制。有点局面，有点像今天中美之间正在开始这个关系。那么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这两位虽然是军人出身，那是非常懂外交礼仪的。外交礼仪就是说的那个粗一点，就是说的要笑不露齿啊，哼哼哼。就是绝对是戴着白手套。你没见过外交官这光膀子的，打着赤膊。然后嘴骂骂咧咧的，所以我就觉得王毅不知道怎么吃的什么药了，这回给他这么一个任务，就让他几乎是光着膀子骂骂咧咧的上阵了。那当然，这玩意儿谁看着也不顺眼呐。这虽然说有的国家小，像捷克，那小国他也还是有国的尊严呐，人家不是你的孙子。所以讲我。得好，然后我就在想啊，这个是不是说只有德国才这样？后来我发现不是，哎，那个他第一站，王毅第一站去的意大利，然后意大利的外长 Di Maio 就公开批
对，当着他面批判北京的香港政策、香港国安法。然后就是他去之前，去意大利之前，意大利两院议会两院一致的这个明确的谴责北京和香港政府的镇压行为，认为香港政府、特区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违反了法治、基本自由和自治区的国际协定。然后王毅等于是在意大利挨了一通训，你想那肯定不高兴。那么然后他又去了法国，然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过去呢对北京态度其实就不咋地，用北京的观点啊，不咋地。比方说法克龙早就说过，说北京试图通过一带一路的行径推进霸权。那么然后疫情爆发以后，马克龙又说中国当局做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然后王毅访问法国的时候，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还在法新疆还有香港等一系列问题上明确表示了法国的反对态度。然后呢，马克龙只是礼仪性的和王毅碰了碰胳膊，拍张照片，算是给王毅一个面子。然后就接着就是刚才这个和平讲到的，这个王毅下一站是德国。那么他到德国的时候，正是捷克的参议院议长这个维斯特基访问台湾，所以8月31号、9月1号，王毅在德国的不同场合就公开威胁捷克的议长，说中国政府不会听之任之、坐视不管，一定要让其为自己的短视行为和政治投机付出沉重代价。还有，他说中方必须要告诉捷克参议长，你过线了，你公然为台独势力张目。这是反华势力的公开挑衅。结果呢，没想到德国外长马斯当着王毅的面反击，警告王毅说威吓和恐吓在欧洲没有容身之地。然后他公开表达了德国政府在香港、维吾尔和台湾议题上的立场，他还重申了欧盟的立场，因为他同现在德国的政府是这个欧盟的轮值主席，所以他又以轮值主席的身份讲，还是希望中共撤销港版国安法，而且他建议联合国要组织独立调查团去实地调查新疆问题。所以我还看到一幅照片，在王毅和这个德国外长马斯有一个类似于招待会、记者招待会这样的一个，在一个主席台上，然后王毅就这个马上要上台了，当时这个德国外长马斯做出了个非常明显的蔑视的这个姿态，就是他两个手不是按在外交场合，既然是戴着白手套，手套是不能揣兜的。结果德国外长这天在王毅即将上台那个时刻，故意把两个手揣着裤兜里，在讲台上晃来晃去，就跟那个街上逛大街的那个架势，意思就我根本就不把你看在眼里。这是故意的羞辱这个王毅。那么偏偏是德国这个外长这个马斯的这番言论和这个动作呢，在德国受到德国舆论的激赏。这个我看了德国《每日镜报》有一个标题叫做马斯对中国亮出休止符，让人怀抱巨大的期望，说他的这个怼王毅怼得好。然后呢，这个德国媒体说是德国外长的姿态和言论表明欧盟的对华政策不容挑拨离间，意思就是说你甭想在德国和捷克啊，什么欧盟和捷克之间制造什么障碍，我们欧盟就都站在捷克的背后。所以这个我看到斯洛伐克的总统也出来9月1号批评王毅的威胁，说是斯洛伐克支持捷克，说是对这个欧盟成员国和他的代表被受到威胁的这个斯洛伐克不能接受。所以看起来王毅这个对欧外交算是搞砸了。也就是说，
中共中南海给王毅的这个指令框架里头是很明显有所谓中共要表示强硬姿态的这么一种要求，就是已经在中美冷战当中中国硬不起来，那么或者说在对美国战狼咬了一通以后，他认为说我们现在必须给欧洲人一点厉害。但是我觉得北京啊，这些智囊们真的是些狗熊。为什么呢？这个就没有想到要提醒习近平，你在这个时刻去触犯欧盟主要国家的价值观底线，虽然欧洲国家也在意中国生意，但是他毕竟不能把国格还有欧洲社会的价值观都卖了换欧元吧。所以归根到底，我觉得王毅办欧洲外交这次办砸了，归根到底是北京打错算盘。他自以为想我能够通对你们欧洲出口赚一些钱，然后给你们一些订单，我就能把你们拉到这边来了。我觉得这种拙劣的思维啊，是把玩弄非洲国家那一套搬到欧洲了。毕竟欧洲国家不像非洲国家那么好收买吧。所以我觉得他真有点把这个，我就中共外交部那个欧洲司啊，怎么变成非洲司。那么中共会不会因为王毅这一通在欧洲办砸了就吸取教训呢？我觉得他也不会。为什么呢？他现在已经站在自己那个确定好了这个底线那儿，就后边没有了，不能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也不能从底线往后退，所以他拼着挨骂也要坚持底线。所以呢，从这角度来讲，我觉得今后中欧关系也可能会出现滑坡，有这样的前景一点都不算意外。嗯，好，讲得好，深刻。好，深刻完了以后，他们就不敢讲话了。没有，又是讲两点，我来讲。这个讲两点，讲三点，你讲清楚。你每次都是我讲两点，我补充一点，都是你的口头禅。那我现在我讲五点。啊，我讲啊，这个刚才小农提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小农你还是挺客气的，你还是挺客气的。你说他这回把欧洲的事情办砸了，实际上啊，王毅在做了、这个、哪儿都砸是吧？哎，真是这样的。你看啊，他在做2013年，他今年66岁啊，2013年之前他做过驻日大使。那是2004到2007，那时候做的呀、啊，还是有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东西。然后到2008到2013，他做了国台办主任，就做的不咋地。然后到2013年开始做外长，到现在做了7年的外长。你看他做的，他留下的这个符号啊，就是有代表性的。第一次就是在这个加拿大。加拿大跟这个加拿大总理一块会见记者，然后他愤怒起来，开始训斥记者，然后告诉这个记者提问的记者，人记者还不是问他，人记者是问加拿大自己的官员，结果他训人家，训完了以后说你根本不了解中国，你又不是中国人，你了解我们中国吗？我们怎么怎么怎么？结果现在这个事情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段子了，说关起门来打孩子，你管得着吗？对吧？这个时候，这是他上来表现。我猜一句，我对王毅产生反感啊，甚至可以说是仇恨，就是在那个地方开始的，是吧？因为我觉得那就是辱骂记者，那怎么可以啊？对不对？对啊，没错。然后呢，你看他后来哈，他在东南亚这个开这个记者会，当时外长东南亚外长当时呢是。人家东南亚开外长会呢，请了日本，也请了这个王毅去了。结果他在那个会上呢，他上来就挑战这个河野太郎，直接就训斥河野太郎。这个河野太郎呢是非常有风度的，在当时啊，这个日本的外长新第一次首秀，然后呢说的是彬彬有礼，不吭不亢，这个不卑不亢。最后呢，王毅大跌分，国际社会的评价。接着呢，像他对澳大利亚呀，对印度啊，还有这次对欧盟，确实呢，我就讲就得画一个问号啊。王毅原来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如果要看看中国的这个媒体啊，大陆的媒体，
他们都这么评价王毅，说本来是一个可以靠脸吃饭的人，现在呢却是完成了这个外交的任务，组织了外交的中国这个大国外交的这个领袖，这个靠牙吃饭但他原来是靠脸吃饭的，说他长太英俊了啊，太英俊了，小农比你英俊，他比你还是那个，我不谈不上杀手。不，我现在想说的是，他怎么变改成靠牙吃饭了？对，先靠牙吃饭了。是是是，我觉得他跟你应该没你长得好吧？没有小农长得好啊？啊，你别拿我开涮呐！那不，他比这是咱们看王毅外长没有恒清长得好啊？没有，他比我大好几十岁呢，那叫我比他年轻好几十岁，对吧？那个咱们有这个基本的那个认识。但是呢，我今天啊特别巧，因为刚才谈到这个他原来的这个驻日这个大使哈、啊，他原来是什么样子？我今天啊特别巧，今天咱们上午的时候啊，正好我跟一个日本朋友一块儿喝咖啡，正好他过来呢，说到波特麦克来，然后说能不能一块儿喝咖啡？我说好，我请你喝咖啡吧，我们一块儿喝咖啡。我当时呢还没看到咱们的这个节目单，后来呢我就跟他正好聊起来，闲聊。他呀他也同样看到了王毅在欧洲出丑这件事情。后来他呢，你想这王毅这回是露了大脸啊，这个全世界都在看他出丑。结果呢这日本朋友跟我讲，哎呀，说这个我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这个外交部部长在欧洲出了大丑。我说是，哎，我说他原来是驻你们日本的大使啊，你当时的印象是什么？他说，哎呀，我们在当时我们对王毅是很有好感的，就王毅做驻日大使的时候，2004到2007年那个时候啊，日本人对他很有好感。后来他在2013年做中国的外交部长的时候，日本从政界到民间啊，对王毅是有非常强烈的期待的。当时特别希望王毅呢，如果中日之间产生摩擦，而且那个时候2013年的时候呢，正好开始抵制日货呀，然后开始中日产生了很多的经贸的摩擦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民间和日本官方都特别希望王毅能够发挥一个桥梁的作用，或者沟通的管道的作用，因为他了解日本，他做了驻日大使做了4年呢，所以他非常，日本人对他有非常大的期待。结果今天这日本的朋友跟我说，结果日本各界对王毅大跌眼镜，说没想到王毅原来是这个样子，原来这个样子，不仅把这个日本的这些事情呢推之脑后，坚决不跟日本呢开始对话，另外呢是全部是批评，没有一句说公道的话呢替日本说。所以呢我就想问了，我说那为什么会王毅怎么从原来一个至少表现出来是温文尔雅的一个外交官，最后受日本人民的欢迎的一个外交官，结果就变成了现在的一个战狼的这个狼头，为什么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就我们后来今天就聊这个事儿，聊起来大家一个基本的共识，其实呢王毅啊现在是为了要应和现在的国内最高领导人的要求，应和他的要求。而国内最高领导人为什么会被这个就是给王毅下这样的这种指示呢？实际上呢大家一个我们两个的共识呢，就是实际上正是因为国内在2008年以后的经济的那种突飞猛进的这种增长了以后，使得中共的领导人已经错误的判断了形势，他们以为再过几年中国就变成世界第一了，那一定要以大国领袖的身份去领导群雄，他是在做这个准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王毅推上了这个狼头的位置，所以开始逮谁咬谁，结果没想到呢一个一个败仗呢吃下来，这次呢可能是最惨的，五个欧洲的国家走下来了以后是一个笑脸都没有，最后全是在拿着棒子在打他，所以这一点啊现在变成了各国一块打狼，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个状态。与他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中国的外交官，现在中国外交最高的领袖杨洁篪，跟他同时期呢，这个在前就是两个礼拜前吧，一个礼拜前
也是出访，为习近平呢出访呢探路，这个去这个杨洁篪呢，第一站去了新加坡，第二站呢去了这个韩国。这两站下来了以后，原来在去之前，那个时候大陆的官媒和国际社会的官媒呢都在说，这次杨洁篪去新加坡和韩国，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习近平出访打前站的。结果后来我看了一下这个报道，他结束访问了以后，他是19号到23号之间连着访了两个国家，访完下来了以后啊，只字不提习近平去出访的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了。他现在就说这个谈呢、啊、谈下来了以后是各国都是拒绝的。当然他们的借口呢现在很现实，就是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但实际上都是解释，都是借口，不希望习近平来。为什么？他是一个毒药了，现在变成了一个毒药，就跟演电影票房毒药了，票房杀手了。而相反我们在看的日本也是一样的，日本安倍总理对吧，卸任了，但是现在还在继续留任的一个过程。他我们今天讨论的时候跟日本朋友讨论的时候，后来就说起来安倍留下的东西和遗憾。后来呢谈到遗憾的时候，后来这日本的朋友就说，哎呀，安倍总理一直希望能够习主席能够访问日本，在今年，结果呢这个看来是完成不了了。后来我说是，我也听说，他说是，现在日本的老百姓对习近平的印象非常的坏，认为呢这个人，这样的人不能够，我们不能够用一个国家的礼宾来对待这么一个独裁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们不耻跟他，不耻来邀请他，所以拒绝了安倍总理的一个要求。所以从这些角度看啊，这个习近平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外交整个是进退失据了，进退失据了。所以看现在不管是派出什么样的这个狼还是狼群，看来呢再不变估计啊就会越来越，这个路就越来越窄，现在基本上到此走到死胡同了。那像小农你刚才说的，那现在只能是欧洲司就全部撤销得了，美洲司美大司也可以撤销，就以后就搞一个这个非洲司就够了，对吧？国务院就不是这个外交部就一个非洲司就可以了，就专门对非洲去大撒币，撒给谁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用做了。好，曾志光先生，我在等得到您的高见啊，但是您不要讲20分钟，讲18分钟就可以了。啊，谢谢谢谢谢谢。啊，因为我这个星期啊，这个请曾志光先生到办公室来。请他喝了咖啡，喝了茶，为了上一次，讨论巴人的问题的时候，我对他的心灵的伤害，然后他经过了一个星期又复合过来了，你看，满脸笑意。小龙博士，我问你个问题，班农这个人有没有思想？没有吧？对，哎呦，小龙，小龙就是生态嘛，真是生态，多亏心呢、啊、你。小龙，你想吃什么？东星斑还是西星斑？这不为什么跟什么什么关系啊？我都晕了，晕菜。对对对，晕了就好。你们俩这什么什么？我们跨入了那个和平，你现在不能老盯着，你怎么老盯着另外一个方向不看着我们呀？我们都觉得你这不是因为我是在摄影棚，你们的画面呢是在我们的那个导播间。啊，我在这里看不到你们的画面，所以我必须要斜度看到我的导播间才能看得到你们。抱歉抱歉。还没关系，是的，观众能理解。观众能理解。这个今天这个话题分两说，一个说评论王毅，一个说这个评论欧洲。就是王毅这个我翻出来他那个欢迎那个驻休斯敦总领馆的这个讲话，那些总领馆的那些工作人员啊回到北京啊，他要讲话，你看他这样讲的，他说，驻休斯敦总领馆的各位同志，各位战友呵呵，这是多少年都没有听到的话了，对不对？我不能全盘念，全盘念有点这个
太对不起那十八分钟了啊。这个中间有一句是，每位同志都是关键时刻顶得住、冲得上、有理想、有担当的外交战士。外交战士。我插一句啊，这个外交战士，您可以在1966年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在外头打砸抢的时候，所以文革语言嘛，对啊，关于文革、啊、那时候用的就这个词儿。可能抽空或者哪天巧了讨论文革，我要跟你请教请教，贴错咱们。对，因为我发现啊，整那些老干部也整的没错。嗯、是，这个里头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里我代表外交战线全体同志。所以你看这几个概念出来，第一个同志们，是吧？这个是党国一贯特色，都是同志嘛，没有错吧？底下的外交战士、外交战线，这个基本上我们说叫文革语言吧，是吧？它实际上就是基本上终结了这个从邓小平之后到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这种外交风格啊，外交风格。所以这个战狼这个从哪儿来的，应该从这儿来。说到战狼这个词呢，我给和平先生提一个意见。即使加引号的疯狗也不能用。啊、这个哦，这个是没有没有这个在政治上啊，比如说川普总统啊，就把这个国防部长叫疯狗。啊、这个疯狗在中文词里面有一个完全的这个恶劣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所以我们没有用英文嘛，我们用的是中文啊，不不不，我们在中文语境里面讲这个地方，它是它这个政客确实是比较好玩的，有点搞笑。另外一个呢，他本身写那个的这些外交官，他本身呢、啊，你要熟悉一下那个布拉格这个区长，他不是一个很泥塑的写一封信，他是完全是一个反讽。那个信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我不知道。是真实，我们都查了。这个人他就是在布拉格，就是以疯狂的姿态。你看我们找到的照片的时候，这样，知道吧？他就是一个表现姿态，啊，在中文的这个啊这个语境里面，你可以用动物形容一个词，好像完全是贬义，但是在西方不完全是这样。麻烦就在就是我们面对的是中文观众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中国的这些外交战士们，我觉得不能用政客来形容，这个也容易混淆问题，容易混淆。这是外交战士啊，外交战线，对他们来讲是外交战线啊，要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啊，在他们概念里头，这个胜利是最重要的，胜利是最重要的啊。另外一个，我看到一个就是这个关于你说的那个事情呢，这个捷克外长要召见这个。驻捷克的中国大使，让他说清楚，什么叫沉重代价，让他解释一下。我想这一下就尴尬了，本来是顺口说的话，都习以为常了，说话从来不负责任，吹牛不上税的，现在赶上一个较真的了。过去西方人都很客气，把你当君子，你表现的自己要像个君子啊，而努力的说我们是君子，我们。这个我们要融入这个规则，我们努力的做，所以大家都把面子余地给留得很足。但是你现在你扯开脸了说我们就是外交战士，那人家还跟你讲什么？你这都枪上膛了是吧？对吧？子弹上膛，枪开拉栓了，那我就要问问你这个沉重代价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说话顺嘴了可能会付代价。另外我看到一个就是欧洲这边呢，欧洲这边中国是一直有一个16+1啊，这欧洲担心他们是要各个击破嘛，所以这次这个欧洲啊还是表达的是比较团结的，说虽然内部是兄弟互相争来争去，但是对外哎我们还是要保持一致的，哎你想霸凌捷克这是不可以的，据说那个捷克那个参议长当然是他们是这么说了，是让中国政府给气死的。啊，那个前任的参议长，所以这个都是怀着仇恨的啊。这个捷克参议长带了89位参议员啊，去了这个德国，去了台湾访问6天，
九月四号撤离啊，所以有的人说啊，这不是八九六四吗？当然不是故意的，就是而且他们在这个台湾的这个立法会讲，就是这个我们是台湾人啊，我们今天我们是台湾人，我们来晚了，模仿那个说这个我们是柏林人那个话嘛，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中原则，我们各有各的理解，那可能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中那这就一中是不是中华民国啊？这搞不懂了，所以这个就很麻烦，就得寸进尺。我看到一个资料说，美国在1894年是 GDP 就是世界第一了，但是人家从来没想着怎么样，我现在就要称霸世界去，是直到二战了以后，被迫参与二战，才变成了一个他美国主导的一个局面。这也是班农主义的来源嘛，是不是？啊，不能再挑这事儿了。你中国这个 GDP 啊，实际上我看到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统计，可能今年即使表面数字也已经远远超过美国了 GDP 数字，实际的可能在2014年就超过美国，但是数字上可能今年已经超过美国了，就是表面数字。而且呢，那个这个占全球这个出口的总额，去年的时候中国占 13%， 今年是占 25%、啊，所以这个疫情反而让中国的这种相对的这种经济上的态势啊越来越占优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欧洲它采取的策略呢，就是大概就是它有一个欧中峰会吧，有一个欧中峰会的本来它是要搞什么，本来它是要搞这个就是这个美欧中的这个投资保护协议的问题，本来要搞这个，但是这个期间呢又参加了几个事儿进来，一个香港问题，一个这个武汉肺炎的问题，还有一个中美争端。欧洲它是要避免选边站的，它是这样，要保持自己独立性，要避免选边站，避免被迫这个按照中国或者美国的意图去做事情。所以他们这个现在这个德国出台了一个也叫印太战略，就是要加强日本这个日本印度和东盟的联系，要把这个供应链往这几方面靠，避免受中国因素过多的牵制啊，也避免陷入到中美争端里头，他没法，我想这话里有话，就是说没法在被迫的情况下做出决断。可能那个时候如果说他把供应链从中国这个移向印太地区这个他可能这个主动性会更强。所以我想呢，就是欧洲他这个面对的未来的处境呢，一方面他会强化跟中国的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会在亚太地印太地区这个搞这个多极化的这种战略政策，不是完全这个跟这个中国的经济这个拴在一起啊。我看和平先生急了，和平先生你说。对，你已经超过18分钟了啊，可能按照你的时间可能没达到，按照我的时间。对，我的表这还不到呢。啊，那我们还是这一届老样子，听这个陶杰先生怎么说。陶杰先生讲了一个内幕，这个内幕是他从这个何志平先生开始讲起。何志平先生是早一段时间这个前香港民政局的局长，他是香港一家公司的这个董事还是副董事长啊，那个公司叫华信啊，华信呢就是董事长就是叶简明，就是习近平和奥捷克的总统在一起旁边有个小伙子是叶简明啊，现在在中国的军队啊靠压之中，因为他是一个骗子，但是真的就骗成了一个将军，不但自己是个将军，骗了一批将军，不但骗了一批将军，而且骗了习近平信任了，所以呢，习近平跟他一起来和捷克总统进行啊这个讨论，那么要把捷克变成欧洲的物流中心，
要打开欧洲啊，从捷克开始，结果这个骗子被抓了啊，这个承诺没有实现，这是不是捷克倾向于欧洲的一个突破口呢？请大家看陶杰先生啊怎么说的，谢谢大家。另外一个话题啊，美啊，这个欧洲和美国，美国和欧洲都有一些这种政治疯子，这种政治疯子啊，取你不顺啊，不顺啊，然后呢，讲话很恶劣。别看他们讲的是啊，不是中国话，他们一样的粗俗。澳大利亚不是澳大利亚，讲错了，是捷克啊，布拉格有一个区长，这个人呢，也被认为是一条疯狗，这条疯狗就咬上了蟑螂。这个疯狗是怎么样呢？他写了一封信，把这个堂堂的这个中国战狼啊，外交部长，这个叫王毅，说他是没有教养的小丑。这个词听起来你简直是不能隐忍嘛，对不对？你说人家外长是小丑，人家你是个战狼，狼和丑还是两把刷，对不对？狼我们还是知道有战狼精神嘛，你不能说小丑精神。对不对？还说没有教养，没有教养这个词是骂父母的，这个词是不能用的，对不对？这个我们很生气，但是我们生气别人不行了，你一生气的话，你等着不是帮中共吗？所以我们不敢生气。但是整治这条疯狗一骂这个狗和狼之间啊，狼狗本来一家嘛，对不对？结果还他妈咬到一起来了。这个词你觉得没有教养的小丑来形容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这个呢，最近呢，我不能够说这个是过分还是恰当，但是最近整全世界这个外交啊，就兴起这种战狼的语言。捷克呢，从前是共产党国家，啊，这个本是同根生，啊，不过现在的这个弟弟呢，就离家出走而已，这个基因还是差不多的。啊，你这个捷克的什么这个布拉格这个区长用这么这个流氓语言呢、啊，去骂中国的外长，中国14亿人口是有理由生气的。但是，他这个影响啊，从哪里学来的呢？这最近中国的官方也说，美国相当于外交部长的国务卿蓬佩奥说他是政治病毒、人类公敌、三姓家奴，哈哈。所以呢，这种啊蝴蝶语言呢，思维的这种蝴蝶效应啊，可能就东西方啊之间是一种交流啊，啊，这个交流的话，你这么说，他这个布拉格区长啊，有天也跳出来啊，用这么甩直的语言呢，啊，就说出他自己内心的感受，是不是啊？啊，至于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这个我你看的这个你听的这个布拉格的这个区长怎么说呢？那下面水就深了。这不管是这个泼妇骂街这两句啊，这几句话啊，什么没教养啊，什么这个那个了啊，啊，能够说明问题的啊。问题是什么呢？最近5年呢、啊，捷克跟中国啊搞在一起啊，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啊，什么深层次的问题呢？这个不是说这个香港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被捕了吗？何志平呢、哎、被捕以前呢，他是给香港的一家中资叫华信呢啊去工作的嘛，是不是？那华信是个什么公司呢？他的董事长叶简明呢啊，那个是。也是这个香港人啊，是习近平总书记信任的一个骗子，啊，不能说是骗子了啊，这个是你说的，不啊哦、我不认识、哦、okay, okay, 我不认识、我打引号、啊、打引号啊，这个华信呢啊，这个就是带着钱在捷克去买东西，啊，买了什么呢？这个2015年9月，华信以人民币大概也不贵1000万收购了，啊，这个布拉格的一支足球队，啊，这个布拉格这个足球队叫斯拉维亚，斯拉维亚呢就在5年前，就2010年呢就已经亏损了，
欠了英国的老板呢、啊、一家叫国家体育投资公司啊，大概人民币3000万。啊，为了还债，这个球会啊，这个叫斯拉维亚球会啊，就只有到处啊去找投资者。结果2015年啊，华信啊就入股了。然后过了一年，2016年呢，也增加这个投资了，变成收购股份 99.9% 了。啊，因为呢 ,2015 年这个9月这个央视新闻报道，习近平会见的捷克的总统齐曼宣布希望两国加强能源科技方面的发展。啊，然后呢这个华信呢、啊、就马上就收购这个球会。啊，这个收购了球会以后啊，那么然后啊这个捷克啊有一个前任的国防部长啊，他的名字叫德沃吉。德沃吉呢在内部呢就牵线啊，帮助这个华信收购了球会。然后呢这个达沃吉啊就啊变成了叫捷克友好合作会议主席。捷克政府中国事务顾问啊，还有一个叫捷克总统办公室特别代表。然后呢他就成了一个欧洲版的基辛格啊，一年之内飞到中国访问共39次，那一年去2次啊。他这个身份是捷克经济顾问，在这个前国防部长德沃吉啊，这个推荐之下，这个叶简明呢，据说就成了捷克总统啊，这个叫齐曼的荣誉经济顾问。从此啊，不得了了，这个华信呢、啊，就在这个布拉格收购一家叫 Media 的电视台，还有收购了这些啊，一个啊，两个酒店，布拉格的两个酒店，包括五星级的文华东方。还有收购了一个旅游网，还有收购了捷克一家航空公司，啊，所以呢，这个一大并购啊，这个都是在现任的捷克总统呢、啊，这个叫齐泽这个名下发生的，啊，就等于呢，就把这个半个捷克就把替国家给拿下来了，啊，你看这个不但有球队，还有这个传媒，还有战略性的这个航空。啊，还有这个酒店，如果用这个区块链，用这个大数据啊，把它一连起来，那捷克人民呢、啊，这个民间里头啊，有很多这种活动啊，啊，都在掌握之中的。这种事情呢，一直进行了5年，啊，你知道我们这个西方国家像捷克，它是民主制度。他这个总统会受到国会的监督的，国会里头有反对党的，啊，看在眼里，就想想你这个捷克总统啊，啊，到底啊，啊，在当中啊，啊，这么热乎乎的，啊，你当中有什么好处啊？所以呢，这冰冻3次，这个捷克参议院的这个议长啊。就说要访问台湾了，现在这一个不是他的原意，是他前一任就说要带代表团去台湾，结果呢被中国驻布拉格的这个大使传召，叫他悬崖勒马啊，玩火者必自焚啊，他据说还是要坚持，结果呢过2天呢就去世了，忽然就不知道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病死，现在这个就带着团还过去。照样去了台湾，所以这里头有一些深层次的，啊，深层次的这个前因后果，啊，所以我们听到这个什么布拉格这个市长破口大骂，这个是前台比较有娱乐性的一小部分，啊，底下涉及很多钱啦、啊，这个权力啦、啊，还有这种外交利益的交换啦、啊，这就说不清楚了。那么你整个欧盟呢，被捷克这么开了一道口啊？而且还会成为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个橱窗啊，再加上最近这个病毒啊，川普连任啊，
就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金身白骨堆，就在这个时候发作，所以这没办法，天要下雨，这粮要嫁人，天时地利人和，啊，都凑合在一起，结果就爆发。陶先生厉害啊，做这个节目还做了功课啊，做了功课，因为何志平委员啊。那么他是香港一个有名的人物啊，他的夫人也很有名，叫胡什么？吴慧中，对，很有名啊。听说这个何志平已经回到香港了，啊，回到脱险归来了，啊，对，啊，在香港也买东西啊，在一个报纸上就写他狱中手记，啊，哦，是吗？什么报纸啊？纽约狱中手记，在香港一家非常著名的报纸，啊，是《东方日报》还是《苹果日报》？啊，总之不是苹果啊，啊，总之绝对不是苹果，啊，所以这个硬话题话，啊，那就是东方嘛，啊，硬话题话啊，这个不重要啊，所以呢，啊，这个事情啊，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当中有点蝴蝶效应啊，我们就不知道。嗯，但是我这个中共开始担心呢，九月份这个月开这个澳中峰会啊，好像气氛很不对头，如果没有王毅去访问欧洲，啊。可能情况还好一点，一访问欧洲现在人人喊打，以前是打不掉老鼠，现在是打战狼，你说这个怎么闹成这样呢？这因为，这个，哎呀好了，这个我不懂得怎么回答啊，希望这个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嘛，啊，这个中欧双方还是要对话不要对抗啊，要多交流，不要搞对立，对不对？嗯，啊，您最近调到这个台首办公室当外交部长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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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句肺腑之言，啊，啊，怎么样？啊，那。